我们讲讲木偶吧。孩子，木偶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，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，传承好它。时间千秋古事，千秋古事，三尺地，万里江山，万里江山，方寸木，雕得形容枯笑，妆成身淡丑尽，莫笑他弄真作假。数条线扯来非常活泼，演出悲欢离合，到底看表意传神。专男一好，专女一好，绝技刀枪剑戟，但也抗日戏，太极也罢，木偶也罢，无论身在进丑，头上爱国歌。专男一好，专女一好，绝技刀枪剑戟，但也抗日戏，太极也罢，木偶也罢，无论身在进丑，头上爱国歌。We'll be right back.